老板，我以后不能在这里买东西了。怎么了，妞妞？妈妈要带我去大城市生活了。啊？那我以后是不是见不到你了？哎，真可惜。认识你还是挺开心的。这样，妞妞，既然你要走了，我这里的零食你想吃啥随便挑。谢谢老板哥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那我就拿一包小桃子还有小螃蟹吧。我走了，老板哥哥。妞妞，那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吗？有缘自会相见。妞妞走了好难过，吃啥都没胃口啊。小卖部关门了。老板，我又来啦。哎呀，妞妞，你没走啊？可不是嘛，因为特殊原因哪里也走不了了。没走就没走就好。哎，烦死我。哎呀，有点辣，老板给我拿包冰袋。好的，妞妞，给你的冰袋。谢谢老板哥哥。妞妞，你去大聪明那给妈妈买包发炎吧。我还要写作业呢。来，这一包当跑路费了。好的，妈妈，我这都去。老板，给我拿包盐，再来一包神龟粉。哎呀，盐没有了，妞妞。哦，这样啊。那你这小桃子怎么卖的？小桃子5毛。可是妈妈只给我3毛钱。没事，妞妞，3毛就3毛吧，卖给你了，自己拿吧。谢谢老板哥哥。嗯，真好吃。来，老板，请你吃一个。